任何空间的话，都可以提供给想法，都可以提供给加塞。哎，大家好，那那个今天是来送红包袋的、哦，那大家可以就是连到我刚刚这个提案那边有放、哦，这边有这个活动的连接。那我里面就有介绍这个为什么要送红包袋。那你可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，11月24已经出来哈、哦，11月24要投票，然后那我这边已经都整理好那个议员的一些资料，但是因为资料还蛮难理解，需要使用者可能下一些简单的 tag， 例如说你可以到这边来，那你可以直接按这个左边这个红色的按钮，就可以无脑的开始帮忙下 tag。那其实，像这个就很，新竹市跟贵州市，对，那你可能就是看完这个提案以后，你觉得可以给他一个什么样好理解的一句话，你就可以在这边，在右边这个黄色的地方输入。那之后，啊，这个画面等一下换一个。之后，那个选民在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看很清楚看到说，这个议员他曾经大概提案有什么样的立场，然后这边只列三个，他可以进去实际的看，就是比如说这样看应该比这样一个一个提案来看来的快，也比较容易懂，因为是人消化过的。那今天就这个活动其实本来是会到1月31我才会结算，那今天的话你只要有开始做就可以来跟我讲，然后你可能可以下午的时候来报告一下，说你今天做的心得啊，或是你看到议员的提案有什么样的感觉。我发现很多人看完以后就发现说议员没有那么难当了、对就看一看以后就觉得说要去选，对，你就可能会想选，那时候怎么办呢？那这个网站也做好了哈，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来发表一下，你觉得你身为候选人，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？对，那大家就可以互相沟通嘛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红包。